我们是你分享 SS Family， 我们现在在新竹竹北走过路过，发现一个小公园，叫做东七公园魔王城堡游戏场。怎么这么霸气的名字啊？对，魔王城堡，魔王在哪里？找找看。哎、欸，徐啦，你看它这边很特别，它是用这种沙粒有没有当做一个缓冲垫呢？对呀，这整个区域都是哦。原来这边是以捷克魔豆为背景呢，所以上面会有魔王吗？小孩这些魔王是不是？哇，航，快点加油，走过来可以吗？他走旁边，学其他人走旁边。哇，还有一个独木桥，哎，不敢走的可以磨边边过来哦。加油，航航，你要玩溜滑梯是不是？好，来。来吧！哇，这是石子水泥铺的溜滑梯，但是它不会做得很陡，所以小孩速度不会很快。哇，你真的可以哈，抓好，好抓好抓好抓好，我在下面陪等你。好，好来，抓好抓好就下来了，下可以。哇，哇。这里也很刺激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一次。我现在也上来了，我来看看上面真实的环境长怎么样。好，走，这次走橘色可以吗？好，来啊、哦！冲啊！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退后啦、啊？你怎么跟我一样走边边？他姐姐还示范一个走中间的。当他过来之后，这边是这种木板，木栈道。哇、哦，可以，我可以。那你可以吗？哎呦，很轻盈嘛你。好，这边。那上面呢？你可以上面溜滑梯吗？是吧？这个上面不敢溜，这也太多圈了吧！好，我现在请航航特派员去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溜滑梯怎么样？他往更高的地方爬，哎，其实这溜滑梯真的是蛮高的，大概有到地面大概有两层楼高的距离哦。好，他进去隧道了。拜拜！哦，这真的是小孩身材比较适合哦，大人进去可能会挤乖挤乖，然后撞墙吧。嗨，我来做一下这个溜滑梯看看。去啦，我要来了！哦，哇！志宝，你在这边玩，你觉得哪个设施最好玩？这个是不是？我不敢玩，我要。那你从旁边溜滑梯下来，旁边溜滑梯很缓，可以试试看。两个一起。哇，这个很缓啊，不会怕，不会怕，不怕，对不对？很脏，很脏。哎，瑞瑞，你也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挑战走橘色的吗？哎，都可以走。Go go go！ 它旁边也有攀爬的地方哦。哇，亮亮跟芝宝都在爬，果然是大小孩，可以直接垂直的爬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很累啊？你还好吗？你都不知道我有惧高症吧？那你加油好吗？好好，大家一起，好，成功了，好，好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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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现在萱萱想要跟芝宝一样从这个下去，试一下试一下，可以啊、哦。可以吗？他害怕，他害怕。好，现在妈妈来指导了。妈妈在下面有安全感了。手放松。可以成功了。瑞瑞来克服寂寞。好棒。哇，好棒好棒。好棒哦。好玩哦。真的第一次说不敢玩，后面敢玩了之后就觉得好玩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再来吧。来，我们的亮亮也来挑战。不敢开始了，跳完弟弟先来。心魔关，哎呦，好快 ！Next。哦，下一位，萱萱。好，第二只手。好，来。好，抓了一只手，两只手放着，两只手先抓一只手。心魔克服。爸爸在下面。不是第二只手，两只手。芝宝上去。芝宝怎么给我提上去？现在换妈妈来示范。你是喝醉了吧你？好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妈妈擦干净了。慢慢走，慢一点啦。你黄先生都过来洗。可以了，成功了，可以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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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松。哇！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这个宝贝怎么了？航航宝怎么了？他无法克服自己的惧高症，然后他又很想玩，是不是有点小难过？以后我们就会更进步了，不然你再大一点，我们再来试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公园其实是有寓意的名字。魔王关，心魔关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哭，哭也没用，要玩就玩，不玩就算了，不用哭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就是我们是不强迫小孩一定要克服他，可能未来他可以，对，没有关系哈，好，没事，好，希望他未来可以克服这一关，可以的。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迷宫啊？这柱子里面是什么？哇！这有小柱子迷宫哎，哇！你在看什么？哈哈，它这样子都是一个小柱子，小柱子在下面哦。然后这边出口就是到那个溜滑梯了。我终于知道魔王城堡的魔王什么意思了，原来那一根杆子真的是魔王。不是所有小朋友都敢玩，毕竟它真的高度有点高，而且它后面那个溜滑梯也更高。对，你要有点技巧，才能掌握那个诀窍。反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，这是一个竹北的小小公园，蛮好玩的喽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心理分享 SS Family， 拜拜，再见。